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雅丽，我现在在我朋友新雅的餐厅这边，然后他今天烤了非常大新鲜的栗子招待我们，然后还有就是在他的户外餐厅户外吃火锅。啊，这个栗好大颗啊！你吃的，这好大颗啊！加你吃很多了，待会儿晚饭都吃不了了。没关系，吃很多，我第二颗。啊，这盘还是不是我的？这盘不是你的。这盘第二颗还在这，我。这个又变成我吃的，我吃不了。等下拿回家弄很多。对，这些打包。拿回家慢慢吃。超级大颗，没事，这样过一过。中午晚上都不用做饭，中午吃。放盐的了，都已经亮了。哎，你买过来多少钱一公斤？这个？这个星期便宜点了，大概八块钱吧。上个星期八块钱，那时候刚出门，十二块钱。现在外面有人捡了。外面3-4块钱也有，就小的。四块钱公斤也有，就只有大的好吃，不然小的它多了，什么都多了都是。大门开土豪买了一个这样的鞋柜，中国买的是吗？嗯、这个土豪光运费就花了2000多人民币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看这个就是买的，他买了效果。买加起来2000多不是光运费2000多，一共6000，一共花了6000人民币。鞋脱鞋放进去，然后不是那个，不是正常鞋呗。他其实也不是球鞋爱好者，我就是刷抖音看别人有呗，这个算是。对，他说的，他就刷抖音，别人有他也要有，纯粹就想要败个家。有豪宅，都是自动的是吗？就是声控的。声控的，嘿，好了，你没有？远一点，你叫一下。我算了吧，我。关掉呢？自动关，几秒钟关。啊，它自动关掉，但是你开的话要自动声控可以开，这样是吧？有的时候很敏感。我想知道这是电池。但是这个声控会不会不耐呀、啊？这个是充电的，不耐用啊。他说买这么多盒子只给一个充电器。来，你叫一下。叫一下。嘿，不行。好，大声。大声叫，你不说声控吗？姐，人家这还有客人呢。好。你自己来尖叫，那叫那谁会没事在家尖叫几声，然后把这个没有感声控的吧，就是感应的吧，声控的是吧？声控的，刚才那个就他呢，在那还唱歌哼起来。我说哥，我说你别唱呗，我说等一下这个盒子等会儿费电。大木卡出声，这是锅底是吗？这是排骨吗？是羊肉啊。羊肉啊，哦，好香啊！啊，他家的大厨都是巴基斯坦人。现在中国人的餐厅厨房里都不是中国人，炒中餐的也都不是中国人。好，我们现在在新雅餐厅户外刷火锅。对，它的汤底是羊肉的，你是不是闻到羊肉味？很香。缺一盏灯，我觉得这里，感觉我们乌漆抹黑的在这里。问大门口有没有灯？那个是暖灯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暖灯啊。很香，大门口有没有灯啊？灯，我去拿一个嘛。灯，对你拿一个，往这乌漆抹黑的。好香啊！我觉得整条街都可以闻到这个香味。两盏台灯，有点感觉是烛光晚餐的感觉。两盏不够，再去搞个两盏。这个火锅上的比基尼的火锅也很香。来，让我照一下灯。对，我们三个吃吗？对啊，你们两个不吃，我俩吃，你们吃，他们两个陪聊。我们看你们吃。来，我看一下这是什么？来，这是羊肉，拿进去看一下。这个东西是不是太恶心了？应该藏到上面去了。然后呢？对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。不热的牛肉，腌制的。这是什么肉？这个是牛肉。大姐，镜头看到牛肉了吗？大蒙凯牛肉，卖相很好。这个就是缺一个虾滑的那个装虾滑的东西。这个弄一下。对，没有没有。这是大鱿鱼。快吃快吃！大家今天来哪？自己做的。
说一下。你错了，那就让他们吃辣。我不吃辣，有没有什么不辣的酱？你要点，没有，要点醋。锅里就行了。错错。就没有什么不辣。菠菜一公斤。这能切掉几个量？这菠菜一公斤，没有600克。大力随手吃的，你们这个吃完了，人家。好，一点点辣椒，菠菜的。它这个是万能蘸料，这个是。这个是大孟凯自己。闽南街头吃火锅，我天天吃的，我每天做早上做门口吃的。早上啊，我连想都做哪里。真的，以后大冬天下得去，我们坐在这里。对。可以，哎，可以有哎。那你看今天的。还有这个火锅的这个盆，绝对是。有意思的，可以讲一下这个盆，对，这个没有我家那个盆大，我家那有一个吃火锅更大的盆，我们尝试过，太爽了这个。酱辣吗？好吃，酱辣吗？辣吗？吃了，那你弄一点点，你尝一尝，这个好吃吗？它这个是网上学的那个万能蘸料，就是可以吃火锅，还可以什么烤肉啊，什么都可以蘸。真的。然后那个就是切点黄瓜丝啊。哦，我发觉了。切点黄瓜，拿它拌一下，也不用放其他调料。哎呀，你要夹给我吃，这回我这个大胡子弄不了了。夹给你吃，那他拿个漏勺漏进去给他。脆弱。好吃吗？香吗？好喝。来，嘎嘎香，对不对？那个辣椒酱，鼓励说你做的辣椒太好吃了。我干烧烤好吃啊，这我哪有多能有什么东西不好吃的？有没有？没有了，好吧。没有，还你就吹吧。今天还给我们做了那个意大利面。没。怎么办？他说让鼓励给他看看，等一下会不会二婚？他很着急了，你知道吗？让我看你。这个好像真的很厉害哦，对吧？看这个，你看。我这个手机是黑天就黑夜拍的，跟白天似的。一样的。能不能看一下这个肉？不要看我。主要是看大街。你拿在街头吃火锅。对呀、啊，你看在街头上吃火锅。看这个肉，爽。那个没熟，你整个放下去呗。没事了，放一点我们也会吃到的嘛。吃火锅是吧？你第一次吃火锅，不是在街头，吓死我！我以为你第一次吃火锅，你要不要？大马路的，你看，我好像第二次。以后我们经常来，街边吃火锅。以后刮风下雨的，然后我们坐在这里烧火锅。真的，那天就冷了，就也哦，有暖气，我这有暖气的，暖气也可以。刮风下雨，穿走了吧？穿着羽绒服嘛。我的羽绒服，你们在哪里都不知道啦？我一个羽绒服。我一个人我很多你背影，所以你别做戏一样吗？真的，这个是羊肉吗？整块放进去，它硬冰的，掰不开，真的掰不开，只能一起啊开了。你们减肥吗？你吃很多就行了，你啊。我啥时候减肥？对，我一直以来是减肥的。都是吃完说，但是我放量，一直以来都是吃这么多，贼能吃。对，我放量还可以的。饭量还行。饭量对，次于我。没有，我放量一直都可以的。但是我真的看吃啥。但是我不吃，我也可以不吃人数的，但吃我可以吃很多的那种。他比我还能吃，对，比我蔬菜，我妹啊，全桌蔬菜的话，我可以饿着。真的 ，Max 都说我是他的两个分量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他的两个分量。我们大家好，我们把这一锅这一缸的菜都干完了，都干完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我们得要用可乐来消化一下，正常为你们用可乐来吃。你看鼓励。没有，干完了用杯，你看看你多粗鲁。不是他，因为他这个，他这杯给我的，好吧？粗鲁。做了拍的视频是吧？你把它挡住干啥？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不是，干杯！放你头上，然后鞋子放你上面，那也不太对吧？哎，那个鞋买过来，我的天，我跟你讲，巨丑。穿了没呢？那个鞋就是不穿的呀，他买过来就是不穿的。哦，一双巨丑的鞋，我觉得他自己都买不下手，然后他没办法，抢到了。哎，对对，买你的号码吧。我说这个鞋你不要买我的，我说这个你也可以穿，我说我不想穿，对不对？巨丑的一个鞋，我。